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三位专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先下载一个投资的 APP， 然后在那个平台上面操作下单。嗯，那起初介绍的商品都跟他说的一样，每一档都涨。嗯，对，那我当然越来越有信心，我就资金越投越多。等到我真的要需要用钱，想要把它提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账户异常。无法提领。嗯，我最一开始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一位财经名嘴的 LINE 群组。那个人一开始真的就是很热心的感觉，因为他每天都会在群组里面分享投资理财的知识啊，跟我们讲要趁现在香港股票未来趋势看好，投资报酬率很高，现在买进几乎就是稳赚不赔。当然我是呼吁要请各位朋友不要轻信，然后我们要循这个正式的投资管道去做投资。如果碰到有任何疑似的诈骗，不管是交友或投资，挂断电话打165的反诈骗专线。